欢迎收看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 Real 天天向上。我相信我的执着，我相信我的选择，到了离开的时候，等待了所谓自由。证明的时刻回到了中间，又回到了原点瞬间。 But I am who I am, You hate me, hate me, hate me, cause everything I am, Don't you love me, love me, love me, cause everything I am. Oh yeah. Oh yeah. 有请世界独一无二的亚洲偶像主持天团天天兄弟。看我们这一期的湖南卫视娱乐脱口秀节目 Real 天天向上，欢迎子涛，欢迎欢迎欢迎，幺幺幺，好帅啊，很开心来到天天向上。谁在你衣服上乱画，真是的，谁呀，这是谁搞的衣服，哎呀妈呀，靠在墙上休息一下，没想到很多人在上面签了名啊，印上去了。子涛你本身是哪里人？山东青岛的。青岛的，青岛的，青岛的，喝啤酒吃嘎了。山东汉子有个特点啊，浓眉大眼。哎呀韩哥，那就跟你一样，个高腿长，那就跟我一样，你们俩炸起来就是青岛人。黄晓明，等一下等一下，第一张我抗议啊，这腿劈的，教主，对，赵磊，啊，哎呦，哎，林大哥，这浓眉大眼大的厉害了，这成分要重新核算一下啊。其实，在2015年呢，发布的中国各省男女平均身高表，山东的男孩跟女孩身高高居榜首。男性平均身高1米75.44，女性身高1米69.45。等一下啊，这个评比我觉得错了。怎么错呢？因为湖南排在倒数第二。对，哦，好像是的。然后湖南的男生平均身高是1米68.99。哎，大家有没有看到？台湾那个1米72刚刚好 ，perfect。哦，对，第十一位，我们来比试一下嘛。来人呐，上楼梯。哇，谁一脚啊，能跨的格数最多？就证明谁的腿长。韩哥呢，这个是得欧弟先来吧。 OK 的，但我怕我先来会给他压力，因为腿太长了。真的吗？我脖子以下都是腿。你得上去啊。要上去，上去，要上去。什么？要上去吗？对。哎呀，何必这么为难人呢？那就跨到哪算哪是吧。1、2、3、4、5，我觉得应该上去才算。上去吗？右脚不能动是吧？对。哎，这太简单啊，这么个想法，也算。我们派我们这里比较腿长的。对，我今天穿的裤子有点甩上来。1、2、3、4、5、6，六格，也不过六格嘛，要上去，一字马。小五，小五腿也长。啊，我的裤子比他还紧。没事，只要不听到刺啦一声就行。来走，原来你跟欧弟是一样的腿长。等一下，这裤子太紧了。我你们其实啊，韩哥要挑战一下，其实会给你们带来意外的惊喜。惊喜吗？来吧，一二走，嘿咻，一个，韩哥你进步了，你本来半格都上不去的。对呀，半格上不去，脚踏实地。接下来看看人家的，涛哥，我的天，加油加油，侧一点，你看人家只用左脚对付你们。也得做这个动作啊，也怕。走着，哇哇，1、2、3、4、5、6，刚刚峰哥是用这个脚趾头的，
哇天哪，这平常人家是有练过的。对，哎呀，你可以拍功夫片了。我刚好认识一个大哥，叫成龙啊，拍功夫片。他会现在被封为新一代的测验男神。什么叫测验男神呢？网络上有一个方法，很简单，测验你自己是不是就是测验男神。拿出一个手指头，然后呢，这样放着，就是这个地方呢是下巴，用鼻尖跟下巴中间的嘴能不能碰到食指？如果说碰不到食指，就证明你是测验非常非常帅。哦。但是如果说你像欧弟这样，哎，这不公平嘛！我一碰全是嘴唇了，嘴唇都包进去了，你看，你看，哎呦，他是碰不到的。哎，前锋也碰不到，你看，韩哥，所以这个试验就是说，如果碰不到嘴唇，就是帅哥或美女。哎，那这个不就全世界第一美了？我们看一下，哎，巫婆，对啊，她这是最美的了。汤儿，你看你离开舞台也有一段这个时间，这次归来也被称为是破茧重生嘛，大圣归来吧，大圣归来嘛，大圣归来。对，重新回到舞台有什么感觉？面对之前一些网友的。有可能会让你接受不了质问呐，或者说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外界的一些说的东西，那不一定是对的。我只要坚持做好我的东西，然后我每天自己过得开开心心，那就 OK 了。老人家说过这样一句话，叫做“谁人人后不说人，谁人人前无人说”。对，有可能因为年少也批评过别人，但是在自己做出一些事情的时候，别人也有可能会给自己一些批评，是，这都是成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的一些事情。没错。就我的观点的话，我自己曾想过，因为我有遭受过这样的攻击嘛。哦，那你是活该。对对对对，毕竟是活该。但我觉得呢，人呢不要活在别人的嘴。嘴里，要活在别人的眼里，我们就做给他看嘛，对吧？漂亮。这次他是带来自己的新专辑，专辑，恭喜，多少？我现在应该68万。哇！刷新内地数字音乐专辑首日销量的最高纪录。哇！他一直是以一种演唱的形式，是叫做 rap。导演跟我们说的时候，哎呦，我跟你说，他的那个 rap 呀，唱得好 rap 的，特别 rap。嗯，你现在唱一段，可以即兴吗？我写给我妈的一首歌。哎，太好，讲慢一点，别讲那么快。就是我有一个写给送给我妈妈的一首歌。啊，对对，这就对了。哦，上一句让我冷汗直流啊。那你要不要打点节奏？或者要吗？要吗？给点节奏。需要节奏。我带了我的那个。啊，不需要我是吧？你失业了，欧弟。不是那个意思，大葱。大葱。你带的人是大葱，他不叫大葱，但是我给他起的外号叫大葱。哦，吓我一跳！我说你唱歌之前来个大葱，对，跟他整头蒜，对，也行，再来瓶啤酒啥的。甜面酱 ，Yo DJ drop the beat。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的地方，假装不算话。我会牵住你的手，妈妈，永远牵住你的手，妈妈。他有一个过渡的，但那个地方接不上，所以就直接进 rap。那大葱，你停一下。大葱怎么回事？葱吃少了还是怎么？你看，你请大葱还不如请我，我又便宜。来，对，你试试这头蒜，来这个蒜，蒜苗，来蒜，来，就刚刚那一段，要直接从 rap 开始。啊，要 ，OK， 要 DJ drop the beat。大葱，你别来了，大葱。大葱啊，葱啊，葱哥，你找大饼去。葱啊，你停一停，停！我们现在有大蒜了啊，那我直接从 rap 进，从 rap 进。如果你听到，别哭泣好吗？我只想要看到你的 smile， 去哪里都想陪着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就像妈妈小时候。在一切都放弃给了我，给了我。也许在全世界所有人中，只有你为我付出的最多，牺牲的最多。不过我已强大，不会让自己堕落。哇！请问您将来的生活当中是要大葱还是要大蒜？我觉得应该大葱跟大蒜结合在一起。哎呦，来，大葱大蒜，大葱加钢琴，来，这里有拿蒜菜。对对对，酸菜，酸菜，我们大家都加进来，好不好？无法想象你离开我的时候，没有你在对方家。叮铃叮铃我觉得子豪这个能力特别好，他还坚持能够唱下去啊。
我跟你讲，他是脾气好，对，别的歌手早就发飙了。因为我一直只集中在我唱的部分。阿姨，你都不在我们，我们平常出去演出都是倒贴别人钱的。你看，你给自己的母亲会写歌，你还会给其他的女生写歌吗？你问我这个问题，我手都有点抖。其实我有过喜欢的女孩，哎呦，然后充电。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 Real 天天向上。其实我有过喜欢的女孩，哎呦，然后但是我也为她写过一首歌。哦，真的？叫做小薇吗？没有，叫做舍不得。哦，所以这位舍小姐对你来说意义很大。舍不得呀，舍小姐。其实她也不能算是我的女朋友，只是我喜欢她。她知道你喜欢她吗？知道呀、啊，那他喜欢你吗？就是互相喜欢。哎呀，为什么？那现在呢？现在没有，现在我只是一心做音乐，其他的真的都什么都没有。OK 了，那我们就非常期待他的下一张专辑。旋律其实是这样的。哎呦，你主动说的啊！你主动说的啊！哎，你这么大方，要不要剧透？因为那个词我还没有写完，所以我先只是唱一下。没关系，你就哼那个曲嘛。你要大葱吗？大葱来啊！大葱，就来那个蒜片那个地方。不是高潮，大葱是你的人吗？大葱，你再这样把你剁成葱花了啊！真的，炒菜。要不要我们加进去？听领狂，听领狂。哎，乱了。伤感很好听，你舍不得嘛？对，舍不得又得舍嘛。对，舍了以后一天到晚跟大葱在一块儿。对啊，这真的每天跟我在一起。我在美国的两个月，我们俩几乎每天做音乐，然后我好多音乐的编曲都是他帮我做的。哦，哇，所以你的生活起居他都知道。那对，大葱你上来一下，大葱上来一下。大葱自己在犹豫，心想：哎，我到底算哪根葱啊？这是。我得上来一下。他叫你大葱，你叫他叫什么呢？你还要想就好吧。你们其实将来可以写一首歌，描写你们在美国那两个月的生活，就叫大葱和小涛。涛葱每天在美国干嘛呢？涛葱呢？希望你们两个接下来的合作能够特别的好，能够给所有的歌迷带来很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嗯，谢谢大葱，谢谢。他不仅颜值高，而且真的是有才艺，会真功夫。哟，真的吗？人家在青岛啊，获过青岛市棍术第一。哦，哎呀，耍棍的。怎么能不能？哎，怎么到你嘴里耍棍儿了？对呀，耍棍这是行话呀。剑术第二，耍剑的嘛。你才是一个耍剑的呢。国际武术锦标赛第三，那你是这样吧？你让他看一看什么叫做棍术。来。终于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热要穿这么多衣服了，因为脱一件衣服就一次尖叫。冠军第一名。哥，嗯，不能输啊！啊，因为他虽然是棍术第一啊，你刷个剑，但是你是，哦，他人家还耍剑呢。峰哥，你待会儿也耍个剑，我耍个棍儿。他一直在耍吧。峰哥，我一直把你的法宝拿出来了，你的九齿钉耙。你小心点。帅，轻轻松松抖着剑花，无意之间，他的剑撩起了他的衣服，我看到了八块腹肌和人鱼线，好厉害呀！你看你关注的那些点，对啊，人家棍术跟剑术都了得啊。峰哥，你有个厉害的，头破核桃，来上核桃，来上砖块，这是假的吧？真的。大师兄回来了，大师兄，峰哥这个头真不是盖的，我再给你挑个厉害的，嘿咻，哦，而且峰哥最厉害的在于，他不只是自己弄会破，别人弄
也可以。行吧，来这个硬一点的。一、二、三，走。不仅是别人，还有连续。别闹了，开着玩呢是吧？不是气功啊，你跟你说，手拍或者破坏涛，哎，轻一点啊，慢一点，轻一点，轻一点。我是练过的。哎，他怎么轻轻一拍？哎，你也给主持人留点面子吧。哦，撤！哇不错不错，真假的我们都可以。但这个桌子是很硬的呀。啊？韩哥穿帮了。韩哥穿帮了，下一个环节，下一个环节，练了那么久了，推走推走，拿走，剪掉啊，然后没这个环节当没有发生过。而且人家运动全能，帆船呢，厉害，保龄球、跳高、跳绳、骑马、射击、背跃式跳高，看一下，背跃式是跳高到目前发展过程当中最先进的一种。漂亮，太好了，杆没掉，那个没碰到。你看欧弟刚刚过去的时候都没有蹲下，你看身高就在这。好，接下来子涛给大家背跃式，你先要测一下步子啊，先。好久没跳，我不知道能不能跳。你测一下，测一下。好，开始。哇，好高啊！哇，对，这就是背跃式。好帅啊！那浩明不能输啊。走。哇哇！哎呀，可以哎，相当可以啊，不错呀，相当可以啊。峰哥来一个，峰哥来一个，我不行，来一个，我不行，我不行，这个峰哥我骗你，我骗你，我骗你，小五来嘛，我一把年纪了，看小五，来小五来，哇，也可以，好，接下来身高，欧弟要来，等一下。这个对欧弟来说已经是极限了。哎呀，差一点。好，现在身高，升高了，身高到1.4米。啊，这个1.4米怎么那么高？那欧弟，报告大会是有的。来，子涛，你试一下看。天天运动会男子跳高比赛，别紧张。哇塞！我觉得韩哥高出很多。对，小五啊，你看你试试看。好，小五走。哦，可以。好厉害啊！小五以前跳过没有？但是从来没有，第一次跳。欧弟来，欧弟你就不要挑战了吧。加油！哎，整个头都埋进去了。我跟你说，你不要挑战了。哎呀，这是快乐大本营吗？杆子都弯了，杆都被你坐歪了。好，再升一点，再升一点。哇，这个高了，这个高了。子涛，这个还可以吗？1.5米。现在就只剩下你跟小五了。小五，专跳1.5米。来了。充电，守护孩子的成长，父母的嘱咐放心上，敬请期待由爸爸去哪儿3的爸爸与孩子领衔众明星为我们带来这一季的中华文明之美，父母的叮咛。你有没有看到师傅？没有。真让人担心，我早就跟师傅他们说过，不要随便乱跑，出来买菜就不知道他们去哪儿了。你是不是走丢了？一只迷途的小羔羊。不是的，林大俊，先别弄那羊了，来，我们去杀羊吧。还杀不杀了？杀。羔羊，不是我走丢的，是师傅和二毛走丢的。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迷途的羔羊。啊？哦，三毛。你放心啊，叔叔一定帮你找到你的师傅，好吗？你是谁？怎么长成这样？
是我爸爸，我从小被他吓大的。你真是我儿子，真会坑爹。啥叫坑爹？你这就叫坑爹。嗯，我是著名的捕头，林捕头，林永健。这个就是我的工作证。师傅说过，做饭了就可以找捕头帮忙。很棒。那你能告诉我你师傅的联系方式吗？联系方式忘了。那你们学校的地址呢？地址忘了。那你爸爸妈妈的信息呢？父母信息也忘了。呀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全都写在我的鞋子里啦。呀呀，你师傅真是不走寻常路啊。师傅，你总算是回来了，真让人担心，叫你不要随便乱跑，出来买个菜就不知道你去哪了。师傅，别怪孩子，通过这个事情我们也得反思一下自己的粗心大意哦。爸爸，我想起你了。师傅，这是一本预防儿童走失安全手册，送给您老看看。好，谢谢。来。Hello， 大家好，我是吴磊。我今天来呢就是给大家讲一讲，为了避免孩子的走失，家长们必须得注意的一些细节。这些可都是在中华村发生过的案例哦。辛酉年正月，这村民老曹呢带着孩子一起逛庙会看戏，这孩子和大人竟然被拥挤的人群给挤散了。哎呀，这孩子呢就走丢了。所以在这里告诫大家，如果去人多的场合，这家长务必要把孩子给牵紧了。在丙辰年十月，这村民老胡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在人来人往大街上玩捉迷藏。哎呀，这老胡他闭着眼数数数到100，这眼睛一闭一睁，这孩子就没有了。所以说各位家长们，我们不仅呢得保证孩子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还得给孩子选择一个十分安全的玩耍地点。以上这几种情况，所有的家长都必须得引以为戒，提高自己的防范意识，不要因为自己的粗心让自己的孩子变成了迷途的羔羊。这小伙长得真好。什么？是讲得真好。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加强邻里守望。如果你发现身边的孩子有的走失了，或者疑似走失了，我们一定要多关注，并为他们提供帮助。让我们一同关心孩子去哪儿，让他们安全快乐地回家。下周五由张婷继续为大家表演第五集。欢迎收看玉条鸡尾酒领导品牌 Real 鸡尾酒冠名播出的 Real 天天向上。105来了，完全没有问题。帅啊帅啊，小五棒，小五，你从那个 LED 后面，对，你从快乐购那里跑过来，你从东堂跑过来。啊，走。哦，但看得出来小五已经是极限了。可以可以，但是呢从比赛的角度来讲，小五是犯规的，双脚起跳。来韩哥，我走一个后面，你没问题吧？好，这项运动到此结束。对，这个道具被玩坏了。好，欧弟准备啊，拿下来耍棍。哎，不看不知道吧，一试吓一跳，知道吧？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子韬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表演，希望你跟大葱越来越好啊。对，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嘉宾呢，他是一位王子，为我们演绎过无数经典的作品。是，但他曾经是一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哦，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建筑工程工程师是工程师啊。建筑工程师。建筑工程队的工程师啊。建筑工程队的工程师啊。对，和水泥打交道的建筑队的队长。对，有请被誉为世界第四大男高音跑楼地的接班人戴玉强，有请。
二，哇，世界第四大男高音。强哥你好，强哥，强哥 好。你发现没有，强哥出来的时候那个范儿，气场，哇，装的。不，你看，你看大老师出来那么端庄，对啊，那么端着，那么装着啊，左右四方环顾了一下，对，然后上来以后先不看观众啊，先看帅，再再左，再瞄我们一眼，再右帅，然后实在绷不住了，哎呦我去，这对。被誉为中国的第一男高音，是的，世界第一男高音帕瓦罗蒂在亚洲的首位弟子，哎，这个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是的，也是最后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嗯，因为老先生已经走了，对，已经走了七年了，走了七年了，他现在想来收那个还不敢跟他走呢。特别想普及一下，三大男高音是哪三位？你说世界三大男高音？对，就排在您前头那三位。不是这个还用普及吗？你们不知道吗？我知道啊，就你说是口袋里面有钉子那个吗？对，那谁，那个很明显嘛，就您的师傅嘛，对对对，嗯，叫什么？帕瓦罗蒂。对，我也是这个三高之一，我是中国的三大男高音，破瓦一地。哎，就是摔了人家东西。帕瓦罗蒂，您这破瓦一地，摔什么东西？我看看你，我那还有谁？有帮忙的没？我知道，你说，东明哥，东明哥。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呢，有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但是他是一个特别坚强的人。嗯，有大家知道的吗？什么？哎，谁知道？漂亮，卡拉雷斯，凯迪拉克，凯迪拉克，卡雷拉斯，凯雷拉斯，我也领奖品啊，一罐 real， 葡萄口味的，喝杯 real 交个朋友。对，您给我们稍微展示一小段。漂亮了！其实戴老师一直都特别的忙，经常在全世界国内各地演出。我们接下来看一看他的这个音乐足迹。第一站是您是河北？河北，河北人。河北梆子。梆子，梆子大概是怎么唱？你唱一下河北梆子，我就唱湖南梆子给你听。哎呦，没有梆子吗？梆子大呀，湖南有，火着呢。嗯。这味儿，就这个味儿，好有韵味的啊！有韵味啊！湖南梆子呢？河南梆子其实河南梆子，因为河南的还是不下嘞。湖南梆子也特别有韵味啊，有韵味啊！来，栀子花开开开！哎，那啥，那大哥你这个哎，你又是点大哥？湖南梆子吗？这不是湖南梆子，我们湖南梆都得唱这首歌。湖南正宗的，当时你花鼓戏你也会。哎呦，你真是砸牌子的，这是为什么会唱湖南梆子？不不不，什么叫湖南梆子？这个花鼓戏，花鼓戏嘞，我是湖南的郎在的嘞。哦，你是湖南女婿，嫂夫人是？知道了，长沙的人，长沙的。哎呦，嫂夫人好漂亮啊！哇，她生在长沙吗？她生在邵阳。你对呀，邵阳的。过子干，你听得懂邵阳娃子吗？有那么几句，但是不能在这儿说。我告诉你啊。邵阳人叫老婆，不叫老婆，那叫什么呢？伯娘，伯娘，婆娘，过子我伯娘，过子我伯娘。哎，那跟重庆话叫也是一样啊，北边那边也是叫婆娘。错了，那是叫什么？那是我们家头的仙女。哎呀，叫仙女。哎呀，怎么回事你？你想想看，懂不懂规矩？北边应该怎么说？想想，女神。对不对？那是我们家的领导。领导，一开始邵阳女孩，好，好，厉害是吧？啊，怎么就说到厉害了呢？厉害，对对对对，多情嘛。那您对湖南的这个女孩，我还没唱歌。哦，唱，花鼓花鼓戏，花鼓哪一段？我陪陪您。哎，唱女生版还是唱男生版？都行，那是刘海砍樵吧？现舞地球人都会唱，我要是唱刘海砍樵，没水平是吧？你现舞地球人，高嘞，高嘞。郎在绣花针，绣花棉啊！福天德国的妈妈娘教你的神啊，他在绣。
西藏啊，爱心难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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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盖锅子，盖锅子，盖锅子，不对，金戒指啊，戒孤指，戒，然后孤在手指头上，啊、叫做把你那个心给孤住了，盖孤子，孤子，孤子，孤子。聊您啊，您最开始的职业跟音乐是没有关系的，我学的是建筑，后来毕业呢就分配到煤炭部建筑安装公司，然后呢又分到第二工程队，当技术员，技术员，当了一年啊，就升任为建筑主管。工程的副队长，那一年我19岁，这业务管着300个正式职工，哇，还有300个农民工，然后600多人听我指挥干活，哇塞，我现在如果不搞的话，怎么着也是个三十亿呀，建外 SOHO 什么的，这有个人之强，我老马娘个代之强什么的，我要是不改行，今天我怎么也是个天天向上的赞助商什么的，肯定。欢迎收看由戴玉强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哎，但是我们也知道啊，歌剧其实特别难，是一般都要唱、意大利文，很多嘟那个弹舌不会就唱不了。说下这个事儿，难的是歌剧方，就是咱们这种对话，就是从我刚才上场到现在，咱们重来一遍，但是里边呢，嚯，这就是我厨师的这个职业，我给你打个比方啊，咱们来送信。Che nel ballo cuno la mia vita tenderà sta tetto Mare mare sto Chio va vento di ron 还得这种狰狞的表情那个信拿出来我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必须要离开这个舞台我把这个机会交给对对对是这个意思那就再给2分钟吧Che nel ballo cuno la mia vita tenderà sta tetto Mare mare sto Chio va vento di ron Mare mare stoOK， 学到这里，这真难呐、真难、真的。您刚才一上来的时候说北京唱歌不是话筒，对，也就是说您在台上不管是啪啪啪或者是什么，全都得打到最后，每一个字都得听得很清楚。那个老师常说要想象把声音丢出去的感觉，到底怎么正确使用呢？对，你先摸摸我的肚子，不好意思啊，得罪了啊。哇。您这里面有6块肌，一个整块肌，这么硬哎！摸摸有肉吗？没有肉啊，还从这儿，就感觉那声音从这儿发出来的，一直到这儿，从这儿出去的，不是说从这儿开始发出来，然后从这儿就出来了，打得远。哦，小五，小五，小五，来来来，感受一下。啊，不行不行不行，戴老师，戴老师，教教学一下啊。学我一个啊！啊，在这儿仔细看。哦，好。他这呢？来来来来来，掏掏掏掏掏掏，快学一下学一下！哎，难得的机会，来来一个，增强歌唱技巧。好，加油！不能用话筒。不行不行，试试试试，试试，有老师教。那么腼腆呢？来。来一个山东汉子，来。你是不是请道人？你来，你有师傅教，来走，往上打。有了，东哥来一个。前锋就唱了，以前弄过一组合垮了。你刚吸气都吸到胸上了，哎，你舌头是往下走。你没事吧，段师兄？你这不是有点抢？你这才2个多月，反应就这么大？来，欧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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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欧弟是特别喜欢唱歌，他以前也搞过组合和散。来啊。缺氧，这真会缺氧，真会缺氧。那个，哇，我收起来了。哎呀，哎，真，弟子欧汉生，参见师傅，参见师傅。你起来吧，当巴巴罗奇的徒孙也不丢人。当帕瓦罗蒂的徒孙，哇，我太光荣了。
真的假的？你真的教不教？他真的就到北京去？我真的学了。学啊，这个真没问题，这叫天空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那都不是事儿啊！哇。哇，我的哥！哇，哎，你辈分高了，帕瓦罗蒂的徒孙。徒孙，没事，我再收你就好，我收你。一定得那个有先天条件，还有就是模仿能力比较好，一说就有。他聪明，学什么相声？哎，你再跟他教一个，你拿着话筒。哇，来真的了啊！安吉拉，要把西裤给换来，怎么着？这是。唱歌呢，就八个字儿：打开喉咙，气息歌唱。哎走了，哇，很厉害，哇，戴老师说跟我走，啊，这孩子能卖好价钱，对，这卖成吗？哎，你真的可以，好亮哦，你那个生命真的是太辉煌了，太转折了。你那唱个我的太阳，混点出场费啥的不是问题。完了之后我就给你送到星光大道上，然后回来咱们就快乐大本营。好，天天向上。我觉得您的教学呀，特别的轻松，很有那种带动感。是。最近呢做了一个小项目，叫带你唱歌超级声，走，带你唱歌超级声乐木课，很简单。比方说这个欧弟跟我唱个歌，教你怎么把这歌唱得更好，这个录下来放到网上去，大家去看，你就可以跟着学，你学的差不多了，你再来。今天啊，其实也有学生要向戴老师来请教，千万不要口下留情，真真实实的带你唱歌，好吧？我们有请，不要，哎，不要转身啊，我靠边点。是说觉得这一位，这是一个祖师爷赏过的，可以吃这碗饭。有天赋，对，有点稚嫩，他没有完全变过声来，腰太细，没有像我这底气这么足。哦，腰围没您那么粗，没那么粗，底气不足。嗓子好得很，很值钱的一个嗓子。呵，好，见你这人嘛，好，就是我唱的。他的嗓子其实很多变的，你这样的话，你会被逐出师门的。啊，不是我唱的，来，就是这一位。我还说呢，哎呀妈，怎么了？哎呀，家子，小姑娘，你多大了？十岁。你愿不愿意到12岁的时候就这种腰？你愿不愿意为了唱好歌？这得长出来呀。愿意啊，如果是为了唱好歌的话。你问问戴伯伯。没有多粗。这还不错，人家拿手都灌不动，痛痛的。你愿意？你学过什么乐器吗？我原来学过葫芦丝。哦，在这个学习乐器的过程中呢，要熟悉谱子，这个对将来啊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还有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你到12、13、14的时候，就先别唱。反正是我这儿可能说话得罪人啊，就是那个那些什么少儿声乐培训班之类，那都是骗钱的。哎呦。是，听好了，等变完声以后，你再去找戴老师，好不好？你跟戴老师拉个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赖，完了，好，盖个章，这样，好，你去歇会儿啊，唱的挺好的，还有一个，还得背个事儿，对，那当然，您就别动就好了，你不是欧弟吧？别蒙我，你在这儿呢。The name on everybody's lips is gonna be Roxy, the lady raking in the
gonna be Roxy. I'm gonna be a celebrity. That means somebody everyone knows. They're gonna recognize my eyes, my hair, my teeth, my boots, my nose. Roxy Hart. Boom, 唱完了，说，怎么样？现场伴奏的，这声音有点熟悉，说实话，像美国某个大歌星似的感觉，有点这儿好像听过这个声音。嗨，知道这谁吗？这就是妞妞。大家好。妞妞，这就是我那最好的作品。最好的作品。哎呀，妞妞一半湖南人，妈妈是在邵阳长大，邵阳几中啊？二中。邵阳二中，邵阳二中的。妞妞，你现在是专门在学这个专业吗？对，我现在是在美国的曼哈顿音乐学院学美声。哇塞！爸爸会不会天天给你打电话？我听说他老给你写信。啊，对对对，每到一个人生转折点的时候，他就会给我写个信。哦，你瞧，还真有。来，六二班戴子怡收。对，你念念。子怡，我亲爱的女儿。非常惭愧，爸爸记不清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提笔写信了，每次和你也只是通通电话，写个手机短信。转眼你已经11岁了，眼看就要小学毕业了，爸爸才第一次给你写信，请原谅。记得有一次妈妈和我讲，女儿问爸爸是不是不喜欢我呀，妈妈说没有啊，你为什么会这样问？那为什么我每次从学校回家爸爸就走了？是的，这么几年来几乎每个星期六星期天爸爸都到外地甚至是国外演出，很少陪你，因为那些喜欢爸爸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也只有周末才有时间来听音乐会看表演，这个周末爸爸又不能陪你了。我现在是在泰国首都曼谷给你写的这封信。你瞧瞧，你就念到这儿了，让人念了，后面还有很长，后面还有几页纸呢，还有你看后面还有结，因为那个酒店啊性质不要钱，我都忘记了还有这么回事。后来那天呢说到这个事儿呢，我看了好几封，还真的都是我写的。强哥，我特别想问一下，这闺女大了吧，又在美国了，肯定会谈恋爱，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婚礼那个殿堂牵着她的手走两步，走两步然后就把她的手交到另一个男人手。哎呀，我参加过一些这样的婚礼，别提这茬吧。我跟你说，真是，我也经常去参加这样的婚礼，受得了吗？就是自己闺女，我估计受不了。关于谈男朋友的事是这样，你可以去谈，但是你还没有决定嫁给他之前，你千万别领来给我看，别领来给您看，对，要不然受不了，要不然打他一顿。我们现在没怎么感觉啊，因为我们家是一儿子，对啊，我就想着那一刻，哎，一漂亮姑娘，他老爸牵着女儿的手，交到小木木手上，对，我就跟乐姐，我就跟乐姐说，转了啊，哎，但什么叫转了？收一个啊，我跟你说啊，你这是心里那么想，其实还是生女儿好，是，真是，女儿是爸爸小庙。我从有了小木木之后，我就觉得接下来这10几20年，我是天天穿着背心过日子，冬天也没棉袄了。人家可以问个经典问题吗？就是妞妞现在是否有男朋友吗？他没跟我说。哎呀，我帮你问一下。这个干什么？这个干什么？完了，这个回答说了，已经有了。不是，因为我们这里也有一个单身的年轻小伙。我还没通过师傅的这个。对，你不用通过，你这样辈分就比我们高了。对。妞妞，你会不会将来真的找男朋友之后会跟爸爸去商量？肯定会啊，肯定会，毕竟还是爸爸最重要。你会给他一些建议吗？就找什么样的男孩？打比方啊，在美国找了一个骑着哈雷的，哎呦，打着耳钉，大胡子，皮夹克，绝对不会，
因为从小啊就没给他这种机会。你越没给他这种机会，他肯定不会对那些男孩产生喜欢啊或者什么的。你看说这话有点心虚。Michael， 你上来啊？谁是 Michael？Michael 就是那大胡子骑摩托车。你有一天啊，韩哥你怎么知道 Michael 的名字？就一说 Michael， 后面门打开了，Michael 呀。其实这几年妞妞也经常会出现在爸爸的演唱会，哎呦啊，最后父女二人跟我们来合作一曲《饮酒歌》送给现场各位。好，耶。请大家斟满酒，让我举杯，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这样的社会人生能有几回，幸福多宝贵，欢乐的时光莫错过，大家为友谊干杯，青春好像一只小鸟，飞去不再飞回。你看那香槟酒在杯中翻腾，向人们心中的爱情，用热烈掌声谢谢强哥和妞妞，谢谢谢谢，歇会儿歇会儿，应该送师傅跟师妹歇会儿。哎，接下来的这位爸爸啊，塑造了很多荧屏上的经典形象，是的，却是儿子心目当中魔鬼。哎呦，好像父亲跟儿子的这个关系不太和谐。希望通过我们台的这一个节目呀，把关系和谐一下。是，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掌声有请林永健和林大俊，有请。欢迎！来，大俊，咱这上头来，来，大俊，来，咱天天向上。您上桌，哎呦，哎呀，嘿，您要这个儿就不一样了。林老师，您是哪里人？我是山东人。山东人，都说山东人浓眉大眼，您怎么就？我不浓眉吗？不大眼儿吗？我跟你说，云南的观众就是善，真的是。您是山东哪儿？青岛。青岛小哥，我们这有一青岛小哥，老乡。哦，真的。都是青岛人啊？怎么差距这么大呢？这个对比图太伤人了。对对对，请找聊两句。青岛的。青岛人。哎呦，你这个话很正宗。那么青岛人，青岛话不带正宗的。吃嘎啦了吗？没吃。喝啤酒了吗？没时间喝。洗海澡了吗？行。哦，青岛人。青岛人洗海澡了吗？要游泳。哦，游泳了。您是青岛哪个？我们家是市南区。市南区。我是市南区。哟，哎呦，越说越近了。接着说。我在麦岛路。
这个要说吗？说。上活动中心那边。哎呦，离这很近啊。很近啊。邻居啊。邻居啊。邻居啊。差别就这么大呢。我让汪涵把我带沟里去了。对。对，你能说青岛话吗？家乡话。家乡。哎呦，那你教教这。喂。有事儿。吓死我了，没坏。大也没坏。啊，爸爸教你一句，我是青岛人。湖南人。什么？我是湖南人。啊、他说，我是湖南人。湖南人。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吸收他。谢谢。怎么他为什么就觉得自己是湖南人呢？你是不是觉得你跟村长长得有点像？对呀。哎呀，这摊上大事了，也出事儿了。听说这个节目组要去拍他，他第一份湖南人要来拍我们啦。爸爸，快出来，湖南人来啦！我那天啊正在睡觉啊，完了以后孩子吧开开门了，开开门了以后就说：“爸爸，湖南人来了。”这咋就？大俊，你喜欢湖南吗？喜欢。啊？为什么喜欢？对啊。湖南好。湖南好。那你呢？你喜欢湖南吗？我一直都很喜欢湖南。为什么呢？因为这有我超级喜欢。很，太会讲话了。我超级喜欢。为什么？我就喜欢。你能把我怎么样？我也忘了为什么。永健哥是塑造了很多那个荧屏的经典人物，获得三届金鹰节的观众最喜爱的电视剧演员奖。对，请问您是怎么走上星光大道的？这个我们这一代人当时啊，最喜欢的就是既能穿上军装，又能当上演员，那么我就有幸呢成为了一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哦，文工团，广州军区文工团。快叫师兄。文工团。快叫师兄。你是哪个？我是上海警备区文工团。哦，你也是部队的？是部队的。握个手。哎，等一下，光说不练是假的。嗯，哎，又来了，顶口令啊，来了，集合。下一个，起。向前看，报数。报数，小五说一，一，二，三，六，你的头，听口令，现场的都是首长，敬礼。搞什么呀这是？听我走。你看大军，不是那个手，手反了，手反了，大军，那个手，右手反了，这，哎，听口令啊，把手放好，敬礼，敬礼，李斌。什么叫李毕啊？什么叫李毕啊？哎，你觉得怎么样，这小伙子？哎，有点意思，素质很高。哎，你是哪年的兵？00年的。00年。那就八七年。那就别哭了吧，不聊了。你这语气。那永健哥，您是通过一次什么样的契机，就一下子让全国观众就喜欢上了？就应该是春晚吧，我记得。对，10年前的春节晚会。就是那特经典的大锤子，就是那个砸墙的那个。哇，那个装修啊，天女大姐，干嘛呢？你会不会说？干嘛呢？会说吗？干嘛呢？我看你啊，最近啊，有一个那个哦，有一个 APP 模仿一些经典的桥段，对口型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家给树上坐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干嘛呢？真是，哎呀，大哥呀，就这模样破相等于整容啊！怎么样，演得好吗？那是这样，你作为演员，你也作为上戏的，又是部队文工团的，你来一段。不是太难了，首长面前你还敢说难？上，掌声响起。对，体现你们部队战斗力的时候到。看，我长大要当空军的，开轰炸机的。太漂亮，身材形表啊，3、2、1，走着。我们家笔数刚做好啊，我正扫灰呢，好嘛，一个大腿抡过来了，幸亏我躲得急眼，要不然我这个脸呐，可就破了相了，知道吗？哎呦，不错哎，不错，特别是最后那个，对呀，那必须得爆啊，那个必须得喷出去，喷出去，把这唾沫星子喷到观众席那儿。哦，那得练练美声才能打得破了，破了相。前锋啊前锋，
我告诉你啊，嗯，我儿子前两天干嘛他的尿糊在我脸上，我当面膜在使，你这好唾沫星子扑上糟蹋了我儿子的童子尿，你真的太坏了，你讨厌。后来就开始演戏，但是演戏都是演的小人物啊。因为实事求是的讲，我这个模样啊也演不了正面人物。不，真的真的。爸爸，怎么了大舅？怎么了？我在照片上看见你。对，那都是爸爸呀。啊，小人物，小人物，坏人，爸爸，好人。哎，其实这种角色很难演吧？是你得费脑子，对，你得琢磨。您教教他。对，你告诉林老师，你最想演什么人？就是那种好人突然间变坏人。那你这样吧，你现在演一好汉。对。你比方说敌人把你抓起来了，严刑拷打。我们是敌人啊，严刑拷打。就是问他，你说不说？你说不说？你说不说？然后你就说，打死也不说。哎，打死也不说。这敌人太像好人了，正面人物啊，这太面熟了。这来，好，你说不说？说吧，说不说？打死我也不说。不说是吧？不说是吧？说不说？不说是吧？四爷的手段你是知道的，这一针下去。说不说？打死我也不说。成功，可以。鉴定完毕。好，接下来马上变成坏人，还是这句台词啊？坏人，但是看坏人怎么说。这玉强说是中戏毕业的，坏人怎么说？嗯，大俊说那个玉强说太像坏人了，孩子不说假话，来准备了啊！你到底是说还是不说？我说。不，你这个说吧，说的有点底气太足了。你来。我现在就是坏蛋了，坏蛋，你马上变坏，立马变坏，本来还是盯在那儿啊，来三二一走。我问你，你到底说还是不说？我说啊，你不打我都说。真的呀，你看，来前方前方，来一次，你看开始还嘴硬呢，我来三二一走。你说不说？我不说了。你不。我跟你说，你说了我还是要打，太奸诈。哎，汪涵，该咋地是咋地，他这个演的还是不错。他呀，经常拍一些特别好的电视剧，在中央九号播。对对，叫做《暴风骤雨》，多少集？三十集。啊，他大概29集出现了。对，哦，最后一集啊，最后一集，那两个镜头是不是就过去了？对。汪涵叔叔，哎，宝贝儿。全给耍一下。你儿子规定了，让你把拍戏的时候那些东西都耍一下。哪些东西？爸爸不是已经耍了吗？耍了呀，耍够了，过了相了吗？我觉得宝贝儿表演欲也很强啊。对，遗传。你干嘛舔我耳朵？干嘛呢？这三个人，分享一下吧。分享一下，汪涵先生，汪先生，我们录节目的。干嘛？我都没听清楚他跟我说什么，就一股热闹。在《爸爸去哪儿三》里面啊，大家都说您是颜值担当啊，那必须的。昨天啊，胡军也来了，我们一问，哟，永健，颜值担当，颜值担当。大俊，你觉得这里头谁最帅？哦，哎，我爸爸，你怎么指着周世民呢？谁最帅？再说一遍。你大点声，谁最帅？扣了。永健。哎呀，好。老林啊，是一张世界的流行脸。哎呦，孙红雷，哎呦，像郑容基，郑容基，哎呦啊，吴山卓，我到好莱坞，这长得一模一样啊，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我的个娘啊！哇，竟然跟马斯合影了，这不就是林永健跟他在一起合影吗？对啊，不是林老师，你戴了假发跑好莱坞去了，怎么着？对，不是。这个事儿啊，我准备回去问问我妈啊 ，N 多年前有没有一个失散多年的妹妹？有没有？哎，好奇怪，是不是我们这种谐星都会有这种啊？真的吗？红到好莱坞的感觉？你也有吗？你来看一下我的欧弟，欧弟，欧弟啊！我将来的侄女儿，哎，就长这样，就这样。其实网上有一张啊，黄晓明、孙红雷、林永健他们三个人著名的合影。著名合影，这个，这黄晓明跟孙红雷，还有林老师。哎，这，我说句真心话啊，这个奋斗的状态，还挺像的。你想不想看一下这牛头梗？我特别就这一只，到底像不像？就这一只啊？对，钱来了吗？来了。来了，来了，好啊！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我们这条牛头梗到底有没有来现场？对，哎，来，有请。哇，来了！
了吗？小叶是著名的时尚博主啊，你养它多长时间了？6年多。哇，好壮啊，这个小狗。哎，就因为它的破坏力特别强，然后它的那个运动量也需要非常大啊，所以遛的时候，我每天遛它的时候，它在下面像那个城管一样，然后再到处搜寻有没有什么猫啊狗啊，拉不住，拉不住它。你看这个绳子多粗啊！我的天哪，这么粗一个。这种狗狗它对小朋友怎么样？对人就非常非常好。大俊宝贝儿，你喜欢狗狗吗？喜欢狗狗啊。如果说这条狗狗你今天就看了它一面之后，你将来就再也见不到了，你会跟它说什么？不说，给它拍张照片。大俊是这样的，只要觉得这个人有可能下一次见面比较困难了，就说哥们儿拍张照吧，合张影，就合张影。这样吧，让林老师跟那个大俊跟这个加上这个狗狗拍张照，合张影。来，哥们儿。您这怎么辈分论的？好，三二一，好，漂亮，好的，谢谢，哎，好可爱啊，好可爱，谢谢您，谢谢。人家跟我们特别想问一下，在这个参加《爸爸去哪儿三》这个节目当中，其实折射出很多父与子之间的这种问题啊。哎呀，这个问题也很严重。因为什么？我确实在家的时候啊太少，365天基本上350天在剧组。哟，嚯呀！这个有的时候就算是在家，我早晨走了，回来以后他就睡着了。嗯，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俩这个沟通啊交流缺少，特别少，缺少交流。嗯，最开始参加节目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天哪，怎么会是这种情况？跟儿子在一起比拍戏要难多了。是啊，我一开始啊我就觉得。不就是出去玩玩孩子吗？玩玩吗？啊，一带，他远不是那么回事儿，比拍戏累。胡军也这么说，累多了。累多了。经过这一段时间拍摄，觉得跟大俊之间好多了吗？我们爷俩这个关系慢慢越来越近了，我也慢慢越来越了解他了。嗯，他也越来越慢慢听我的了。哦，我相信，这个栏目做下去以后，我们俩的。爷俩之间的关系会不一样。嗯，这个特别好。哎，我发现他的发型跟那个康哥，康哥有点像。接下来考考你，考考你。考我啊？对。啊，在一群康康里面，找大俊。三、二、一，开始。大俊。大俊。这个。好。嗯，很厉害。下一题。三、二、一，大俊。这个。好。哎呦，轻声的。加油！加油！3、2、1，儿子呢？找不到了。儿子呢？都是儿子。好，大俊找到了。我找到了。这儿。好，更厉害的来了。更厉害的来了。好，让大俊。大俊找爸爸。找爸爸。找爸爸。对，这个。哎呀，好，厉害。哪厉害？找爸爸。找爸爸。大俊。大俊找爸爸。找爸爸。爸爸呢？完了，爸爸去哪儿了？爸爸在哪儿？爸爸哪儿去了？哎呀，哎，找着了，找爸爸，我难度最大的，难度最大的，我这个太难了。爸爸呢？爸爸在哪儿啊？爸爸去哪儿了？爸爸去哪儿了？对，他说爸爸哪儿去了？爸爸哪儿去了？大俊说加油，我也晕了。大俊加油，加油，连爸爸都找不到自己了。林老师都在找自个儿，那不是不能，那不是不能乱认，那不是不能指错，不能。那不是，这不是你别往兜里带呀！你快！哎呦，我的天哪，给着急的！不容易，不容易，绝对是我的，实在长得太像了，是隔壁老王的。宝贝儿，你这几个朋友里面，你最喜欢跟谁玩？康康。为什么呢？因为发型一样。他长得帅，发型一样。没有说。长得帅，发型一样。对，是这样，你表演一个节目，唱个军歌什么的。打拳呢？打拳我们打不过你，唱歌绕口令，绕口令，或者是我是一个兵。打拳刚才有个哥哥太厉害了，我是一个兵。好吧，绕口令。绕口令，唱我是一个兵好不好？好吧，好啊，给你来个绕口令。嗯，起。有个小孩叫小兰，口袋里装了几个小钱，又打醋又买牙。什么来着？忘了。最后买了一个小饭碗，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小饭碗真好玩，红花绿叶镶金边，中间还有小红点儿。哟，漂亮！这儿话音
还有小红点。哎，大俊，你比较喜欢玩什么玩具？你告诉我。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还有救护车，还有消防车，还有工程车。这是车，这也是一段绕口令。对，消防车、警车、救护车，还有消防车、警车、救护车。听说那个每年他过生日，干妈妈宋丹丹都会陪他一块过，每年都有一张照片。一岁、两岁、三岁、四岁、五岁，哎呦，还没到四岁，还没到五岁。这个月就是大俊五岁的生日，爸爸呢就想在这儿给他一个惊喜。你平常喜欢听谁的歌 ？TS Boy 啊 ？TS Boy 啊？不是，再想想，新晋组合 T 什么 ？T 什么 ？T 什么？TF Boy， 这别，你是着你别着急，你爱听他们的什那个歌的名字叫做什么？青春练习手册。嘿，好嘞，练习，可以。怎么唱呢？怎么唱呢？很难唱，但是很好听。哎呀，我这两天一学呀，我浑身是汗呐。我想把这首歌献给我儿子，行吗？好哎，好。走，音乐起，音乐起，走起啊！跟着我左手，不对，调没找着，我再等等啊。跟不是，我教你，那永健是这样的，手机上有一个软件叫做带你唱歌。对啊，对，把我带歪了。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我爱上了没有啊？不知道，不知道。完了，主要是你，他之所以说不知道，是因为你没找到调。宝贝儿，你看一下谁在跟你说话。Hello， 大俊你好，我是 TFBOY， 我是王俊凯哥哥，我是王源哥哥，我是千玺哥哥，应该是叔叔吧？做哥，喜欢吗？要过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谢谢。然后呢，在这里给我们准备了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希望大俊你喜欢啊。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大俊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好听爸爸的话啊，请你们吃饺子。好，请他们吃饺子啊。他喜欢恐龙，大俊特别喜欢恐龙。大俊你看，我们帮你做的，你把它给吹了。三二一，好。然后还有一个礼物，大恐龙。太大了吧，箱子装不下，飞机上也托运不了，我也不知道。孩子你考虑的太多了，太现实了。大俊你去过新疆吗？宝贝儿，新疆是哪？上一站去哪儿？上一回第几期爸爸去哪儿？第四次啊，在哪儿录的？第四期我也忘了，就忘了啊。告诉你，新疆是一个特别美的地方。接下来天天兄弟作为叔叔，也有礼物，来自我们新疆的艾特莱斯情侣装啊，跟爸爸情侣装艾特莱斯的啊，父子装哦，父子装。还有万年的恐龙蛋，这是真的恐龙蛋，哇哇，独一无二恐龙蛋。那个大俊，家里一堆恐龙蝶，讲恐龙蝶，这恐龙蝶不一样，恐龙蝶跟恐龙蛋两蛋呢。那你要不要摸一下恐龙蛋？摸一下，哇哦，这里面有小恐龙，这里头有恐龙，这里面有恐龙，恐龙在哪儿呢？恐龙在蛋里头呢。恐龙来了，大俊，恐龙。好难看的恐龙呀！跑一个。欧弟，你师傅一直都在看着你笑。师傅刚才好不容易把你调教的正常了点儿。哎呦喂，这也是送给你的，哟，你的。爸爸亲自买的。
哇，美了！你人家送了你衣服，对呀，也抱着人亲亲个姐姐，亲个姐姐，亲下阿姨，亲下阿姨，姐姐，亲下姐姐，好，姐姐，姐姐姐姐。汪涵叔叔，汪涵叔叔，汪涵叔给你准备了蛋糕，看，别被扎着了。蛋糕，蛋糕，我准备。你，哎，你别，你，你先，就不去，你别强迫人家，不是，你别强迫人家，别环顾左右而言他。别强迫人。接下来，各位，还有一个礼物，萌宠上场。哇。完了，妞妞也忍不住了。哎呀，好可爱啊！哇，这真的，哎呦，美爆了，这也。完了完了，太漂亮了！这只猫太可爱了，这就是加菲猫吗？加菲猫是不是正常的猫？然后往前跑，碰了一块镜子，然后就把鼻子撞扁了。撞扁了。大俊。你敢不敢把那个小刺猬放在手上？可玩。大俊胆子好，好玩吗？爱玩吗？爱玩。拿走吧。哎呦，你看，你这孩子知道是人家的，拿走。来，完了，所有的人在这些宠物面前完全就都被萌化了。最好的爱是其实是陪伴他一起成长。对，老林今天呢在儿子生日会上要做一个承诺，因为这两年啊戏拍的有点多，我就想接下来呢少拍点戏儿，多陪陪孩子。真的，亲情比什么都重要，陪伴比什么都重要。太好了，最后老林啊，希望大家跟着大俊一起吃最爱的烤羊肉，要不要？烤羊肉，我们新疆的烤羊肉，对不对？我的妈呀！给戴老师，给戴老师。来，爸爸给你拿一个。来来来来，人呢？人呢？在这儿。来，我们新疆的姑娘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当心别扎着了。谢谢大家。其实不管是影视歌坛有多少代表作，最好的作品其实就是自己的孩子。是的，是是是。感谢永健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好，谢谢玉强老师和妞妞，也祝愿子韬今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作品。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智美一拍 OPPO 拍照手机对 Real 天天向上的大力支持，千万不要忘记河北 Real 交个朋友。拜拜。